猴哥今年有100连胜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现在的猴不配100连胜，而且100连胜有点难，说实话。我们最高是打到多少连胜？72吗？70多连胜，太猛了！来，你看，70多连胜，还有山海绘卷皮肤。我要那个兄弟再给我充值一波吧，再帮我的，晚点我给他钱。直接别打字，兄弟，再帮我充值一波，我需要一个大虫子山海绘卷皮肤。我们真出来，谢谢娇娇 C371，谢谢王俊凯迷你帅的卡丁车，谢谢。刺儿，哎呦，哎呦，刺儿。看你的了，哎，好了，刺儿，沉默口吐，好的，一刀，不用推，我都没，我能回血，不用推，他要传就让他传嘛，无所谓。起立，刺儿，起立，沉默，不用推，大虫子这英雄有回复，回家了。我都不用买药，我来个皮还加上一个黑暗封印，玩点美甲窃魂卷。对面的杰斯挺有意思的，你说你要闪，你是不是也搁这儿闪？他他妈搁这儿闪，他搁这儿闪到这儿，他能闪过去吗？我试一下。试。好像也能哦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起立，平A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好，走位呀、啊。怎么不走位了呢？我是 AP 大虫子，我不是右转的。玩呢？跟谁玩呢？扛特我是吧？马上到，往这走。惩戒呀！
致命点也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起立，大把扣，擦了眼，拉把扣。起立！阿贵他也死了。起立！沉默！起！草丛一呆，看敢不敢出来？敢出来，把他吃了！不敢出来，我们回家。咦，他居然敢不回家啊！他还在跟空气斗智斗勇。我们已经回家了，让他去吃屎了！我说的嘛，没事，这波我们钻到草丛里边，让他起立。没事，我的收技能很快吸。骂我是不是？什么操！你再操一个，我给你口了。阿鲁尼太死了，小鬼咋切死哎呀，我得给抠起来我们才能杀他，别着急啊，向他推。哎呀，打我一把。哎呀哈，怎么来人了呢，可恶。哥居然来了，小王八蛋！RW 也行，不行 ，RW 一定会被他减速。我跟你说啊，他不会让我近身的。我如果近身口臭他。口臭完以后，我们没有减速，我们扛塔就会被溜死。我只能把他 Q 起来以后有减速了才能杀他。你可能是不明白，我 RW， 然后他直接会切形态，用锤来锤我，锤我以后我塔下减速，我一样还是跟他换。我一个三杠一的，我一个三杠零的跟一个零杠三的换，那多不合适。肯定是不合适的啊！哎，这就行了，你知道吗？让他动不了。嗨呀！总督怎么回事啊？艾克打蓝应该很慢，
操！闪现闪的稍微有点歪，闪现有问题。我闪出来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我可能够呛了。为什么我的钱在一直往下减呢？我为什么140块钱呢？才？我为什么才100块钱？哦，好了。这个偷着也妈个死的。主要还是扛了一下塔，我想吃一手打皮。就很烦人呐。体力。在这稍微等一下。体力。哇回家出推这半，下边来杀。我的美甲窃魂卷变成零了。真是可恶！是小兵吧？这波。哎呦啊，还挺能走位啊！应该带个扫描。来给我走位，走位，你挺走的吗？我看你走位不挺好的吗？我小老弟。走位，我见你走位不错呀，怎么这个样子了呢？干嘛？咋的了？野区出事了？谁？谁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让我扛一扛。给你留个炮车吧。怎么样？我好不好？还好我在旁边啊！我的天哪！我吃个小兵不行吗？你走吧！啊，艾克一会儿来了。这你不给我起立了？还行，没人给砍死，这咋这么老些人呢？先来个杀漏着吧。
这人那个多呀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我吹！我吹！这中文说的不错呀。往前冲！维恩可以杀，看看维恩往哪走。哎，往哪走？体力，致命点炎，沉默，体力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。体力，让我 A 死吧！那，哇，好猛这个艾克！来个美甲窃魂卷呢？算了，先来个猫子。哎呀，先把维恩杀了吧。杰斯，把杰斯杀了。他能看见我不？不到啊，好像看见了吧？看没看见？没看见。沉默刺儿，体力刺儿，点炎口啊，没点炎啊，小龙可以要啊，我已然是十层美甲窃魂卷了。这显示的是什么玩意儿？就他妈大招就能打73点伤害呀、啊！到底能打多少啊？742。来个大棒，美甲窃魂卷，起飞！那剑圣干啥呢？那剑圣怎么跟个半身不遂似的呢？脑血栓呢？死一堂，把小兵收了。走完去下路把峡谷打了，什么意思？你干啥呢？我就想问一下，你挺狂啊！
这还闪什么玩意儿呢？这给你一个吧，没办法，你是实在是拿不着，没招啊，直接下推吧。这边死了仨，体力，二。你大呢，剑圣！你刚才咋不放大呢？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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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杰斯放炮了！哎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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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回家了。哎。刚才是不是有个机器人过来了？不是，是艾克。那剑圣怕啥呀？他都没有大，你他奶奶的！那同样是剑圣，怎么差距这么大呢？一没技能，二没大招的艾克跑了。你刚才那杰斯直接就上去夸嚓一个大，他不死了吗？你说你飞，你往哪飞？今天你可走不了啊。这我得给他砍了。俺们家的 ADC 我没太看见过人呢，艾克打人挺疼啊。那你可走不了，我口，嘿嘿嘿，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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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看你们的了，你不会连机器人都打不死吧？可以中推，我们十六层了。为啥还要追着劫呀？哎，剑圣怎么死的？我马上到啊！哎呀，没一个省心的。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口。回家。一百多法强，那里不会有人吧？哇，这里真敢有人呢！我天哪，我都没敢相信我的眼睛。我现在，扣他一下，他就能死。
挖口。阿巴克，体力，残墨，叮，残墨，体力，刺儿，总冠军锁，巨巨，那剑圣干哈去了？哎呀，那剑圣不像个人呢。差点就没打过，他不敢追。来一个法算棒，782，那不行，那我得变大，变大，大不大？少了70点法强，来，哎呀，我一寻思这就得来人，你知道吧？我故意没往那边走，我一寻思这就得来人，两个人一块跳弹下来，100%，这是辅助杀手来了。那妮蔻刚才干啥去了？让他拆来。哇！这也没法上啊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口臭攻击，干哈呢？不行啊，他妈不回家也拆不过他们。永恩推基地了。你飞，你今天指定飞不走。不用你飞，叮！你往哪飞？我看看。鸟龙。我听说你们想抢龙啊，在我大虫的面前要抢龙呗，走，我打大龙的。Yeah!
没蓝了，兄弟们。我发现还是得来个这个药水。现在我们把推丁棒卖了，变大怎么样？不行，推丁棒卖了，实在是追不上人，那就真的变成笨逼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推丁棒一卖，直接变笨逼，一个位移没有。来，又不是。저기억조기가곧재생성됩니다这他妈怎么还偷上塔了呢？完了，我们变成守护雅典娜了，这咋整啊？哎呀，刚才剑圣应该回家好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刚才就想回家了，但我又怕我不在，他们打不过，你知道吧？这都大龙 buff， 这都拿下来了，偷都能给我们偷没，我天哪！不行，得回家。你在干嘛？这回直接一波，为什么妮蔻死了呀？哎，有这么难推吗？3-43没有，30-43卡 bug 了。机器人还真就是很烦人呢。叮，听不出来，我怎么感觉要聚了呢？不过，哎呀，我操了！GG。换右吧，没用，你搁没人面前出右没有用，就是带不动，就是带不动，菜就是菜。